呱呱，我觉得你就差说话了。那你不会说话呀？示意会用手表达。哦，你会用手表达对不对？那比如我们要出去玩了，你怎么办啊？哦，就是大家要用手拿出去玩，是不是？那果果要吃饭了怎么办？该住了。果果，你都穿了衣服了，那你要不给小白穿一下？拿这个看。前几天看到小白带了这个，该不会以为是他的衣服？我帮他穿啊，有一种大哥宠小弟的感觉啦。我告别南半球，奔向北海道，愿化作那当家里的吗？随叫随到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。小白上来，哦，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一米，小白，握手，啊，换另一只手。Brace yourself for change.